让孙悦接不上话系列。结婚了吗？废话，没结婚算我媳妇吗？我媳妇儿，你媳妇儿，你说清楚了，先归你，后归你，干嘛呢？乐意是怎么？你媳妇儿多岁数？我媳妇儿啊，嗯，比我小。什么？哟，怎么了？你再说一遍。就我媳妇岁数比我小啊。干嘛呢？不好。怎么就不好？相书上说的好啊。相书说什么了？找媳妇得找大媳妇啊。不是，为什么？女大一抱金鸡。那大二呢？抱蜜罐。大三呢？抱金砖。大四呢？毕业了。谁问你毕不毕业？不是，你到底大几？就到大三。大三岁。女大三抱金砖。抱金砖。您不应该娶一个小媳妇儿。那我应该？应该娶一个大媳妇儿。大多少？比您大六岁的媳妇儿。为什么呀？抱俩金砖，您的生活多么幸福。怕他吗？您怕我什么呀？就是他就照顾人，照顾的让你心里过意不去。我们在后台，我这一换衣服、鞋脱了，袜子一脱，他第一时间就把你袜子抢走。我抢袜子干嘛呀？他给我洗袜子。我说不行，这么大岁数哪能让人家洗袜子呢？你跟他一抢，他就急了。怎么急？哗，把你的袜子就塞嘴里了。对，塞嘴里。哎呀，你咱不敢再弄，不合适了。那是一会儿咽了。那是啊，有时候到酒店房间，他也来找、有没洗的袜子，还有没洗的内裤。哎呀，嚯，要看见裤衩更开心了。要抢。哎，我这好，我看热了，我啊，高兴拿走洗去。经常这样，嗯，有时候连着几天没来得及洗，哦，发现三条裤衩，于老师高兴拿走洗去了啊。当然了，岁数大了，有时候送回来的时候就忘了，拿走三条，送回来两条，我验了一条，记错了，哦，乱了。他以为那条是他的，他留下了，留下他还穿上了，回家一脱衣服，他媳妇乐了啊，你怎么穿德纲的裤衩啊？哎。孙悦的父亲孙老爷子，哎，在北京的通县有一个外号，叫北京的通州区，叫大菜猪，对，特别的响亮。您等，特别响亮。您等，到通县大菜猪。别嚷了，什么叫大菜猪啊？说这人有钱吗？大菜猪的吗？有钱叫大菜猪啊？啊，那叫大财主，还大菜猪了还？你爸爸还萝卜兔呢？哎呀，你看今天我太兴奋了，就是你兴奋，我们家都乱了，知道吗？口音都出来了，大财主，财主，这么说你爸爸财主，你爸爸刚征，什么叫刚征啊？谁爸爸财主啊？下锅了是怎么着啊？啊，财主，大财主，刘真，你来谁？我来许仙。许仙，姓许，名仙，字三多。要。你来那个。我就知道这许仙长什么样的，这都。这不我瞧着呢。你来许仙。我来许仙。不好不好。我来铁仙吧，我就。不好，有这模样许仙吗？你这模都白娘子了。你别许仙了。啊。你发孩。咱俩发小吧。你发孩，哎，我来小青，你追求我。哎，行。不像人话，这都知道吗？这不行，这出戏看来您不清头啊。换一个吧，咱们来一出秦香莲怎么样？什么戏？秦香莲？不会。对，不会，你那么兴奋干嘛呀？就仿佛要会似的。那管个蛋用啊！说话龌龊，龌龊，龌龊锅就是你。什么嘴那是？龌龊锅啊！什么嘴啊？猥琐鱼，龌龊锅啊！我们老两口子合适。您给我的郎买上礼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，吃不得那凉东西呀。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
王八驮石碑呀，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，只因为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呀。没听说小妹还送呢，哪儿啊，就桌子躺腿，他把词儿给忘了。你他临时炫捧哏就这样。对，我逗哏啊，就让观众这么不爱听，就不爱听你逗哏。您也没逗哏，不会逗哏。谁没逗哏？哎，岳云鹏，我告诉你啊，怎么了？今儿就今儿了，我还跟你较个劲，我今儿就在这儿，我逗回哏。各位，你好什么好？你不是，你花钱看的是谁？你花钱看一这个逗哏，你不有这是问哪个有问题吗？这不是怎么了？不较劲吗？我今儿就逗回哏在这儿，啊，就在这儿逗了。行了，较劲，别起哄。行了，宋老师，刚才的话我收回，算我没说，好不好？不行不行啊，收不回去了，我告诉你，不是，你要是把观众逗走了怎么办？敢？今儿走一个晚上，我跳楼去我。你跳楼那得死多。你管着管不着你，那死多的。您给我的郎买上礼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，吃不得那凉东西呀。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王八驮石碑呀，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，只因为他说相声桌子挡住了腿呀。没听说小妹还送呢，哪儿啊，就桌子躺腿，他把词儿给忘了。你他临时炫哎，紧走了两步，还赶板呢啊！一扒拉老大爷，哎呦呦，他就说：“大哥，我问你，大石栏怎么走？”外地老太太啊！大哥，我问你呢？老太太真贫呐！老大爷说：“说什么呀？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不爱冰冷的窗沿，时光不能倒退，人生不能后悔，我爱你在明天。”哎呀，这是个有故事的老大爷。老太太说：“还没走呢，臭流氓，你也不是正经玩意儿。”老大爷就颠儿了。哦，这是个老北京文学作品，还颠儿了。哎，老太太一扭头看见了我。哦，这故事还有你啊？有我有我。他就说：“兄弟，什么辈儿这是？你怎么骑着猪？”哎，纳闷儿呗。我说：“你说吧，管得着吗？”对，有来言有去语啊。老太太说：“哎呀，你把板放下，就直接说就行，甭打着板，真的。哎”太好了。对呀，你也受罪。不行不行，我还得唱。这是个艺术，这是太平歌词。是的，哎。啊？哪儿啊？吓我一跳！好，咱接着说这个聚宝盆啊。聚宝盆啊，你见过吗？我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那神话不行，神话剧里什么都有嘛，就是一个大盆。完了摆点那个假的珊瑚，那元宝，那为了讨吉利吗？不是，本不是，你骗我们大家。谁骗了？一看你就骗我们大家，眼神都不真诚。我这没睡醒那是。你也困了？废话。
要不咱上帘后边睡会儿。没听说过呢。不是，不就那个吗？你见过没有？不就那个逢年过节买的那个，有顶着跟盆儿的那个，就前儿马着完了。你真没见过？你老口音的说话，还真没见过？这什么口音呢？这是？你真的没有见过吗？没有啊，是应该是没有还是？是有是没有啊？我这好久不见面了，有点就是。你干什么？退票退票的！听见什么了？对，我就。你是觉得我的节奏不好是吗？就是我见过。你问行什么？就是我们家那个宝贝你见过？你也见过？你我见过。就是你见不见过吧？你就不是你等会儿吧，我们家这宝啊吧唧往这一跪，那是吧唧吗？那不摔那儿了吗？往那一跪，烧香祷告啊！得磕头。老娘娘在上，是向东家缺门德事在下。你妈缺德，野门鸡事在下。你妈野鸡，傻门蛋是？你妈傻蛋，你会不会啊？孙门王氏哦，对，王杰凤，我忘了。孙门王氏在下，希望老娘娘保佑我们得一大胖小子。是，我们愿意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没错，小奴家在这儿给您磕头了。我妈磕头。当当当，我妈脑袋金刚钻儿的。老和尚旁边敲磬的吗？哪儿那么寸呢？再看他母亲站起身来，又在兜里掏出一个红线绳来。哦，又拴了，准备拴娃娃。红线绳，你看我妈这不是还绣个蜜？你看看，抬头一看，哦，老娘那怀抱的一个拴这个，不行，怎么呢？长大以后真命天子，不没法，没那个命，没那命。低头一瞧，地上趴着一个，拴这个不好，怎么呢？淘气不好养活，是是是。再找吧，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在老年的供桌底下发现四个娃娃。桌子底有四个？对，哦，有你，有我，梅艳芳、柯受良、张国荣，你们四个。